流逝了的歌，风声渐低唱，前事与记忆都一一记起，犹记那一次风中看满街灯，长夜里。哎，大家好啊，而家系午夜弹琴时间。咁啊喺度主播呢个午夜弹琴时间之前咧，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嘅，向我哋嘅远在太平洋彼岸嘅亲人啊、亲朋好友啊，咁啊祝贺咧就系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啊！今日咧就系2018年嘅9月23日嘅星期日嘅凌晨12点，咁其实我今日先知道咧，就系中秋节来临咗啦。咁早上我上班嘅时候咧，就俾个电话个广州朋友啊。咁即系我见到佢咧，就系喺我微信度咧，就系话中秋节快乐。咁我就顺便打电话俾个朋友，我话你中秋节几时啊？佢话你唔知道咩啊？听日咁样哦，听晚。星期日的大陸時間就是中秋節，那我們洛杉磯就是星期一，具體是不是我都未清楚，沒理由大陸星期日的我們又變成星期一的，就不一定是，應該是說真的是不什麼，所以我要具體到，但反正都是這兩日時間，我明天再落實一下那個具體的中秋節日子。因为我先头咧就系有个疑问就系啦，点解大陆系星期日，点解我哋星期一啫？应该就算迟一日都唔系咁噶啦吓，所以可能有啲，但系咧就可能误差嘅问题吓。反正咧就系啲日都系到噶啦，中秋节都系吓喺呢两日噶啦，咁吓即系具体嘅，咁我听日咧就重新再查一查啊。咁啊，反正咧就系祝大家身体健康啦，生活愉快啦吓。工作順利，萬事勝意，係咪？係咁樣啊。咁我咧就係今晚咧又翻屋企嘅，冇幾耐啫，翻咗10分鐘到。翻咗半個鐘頭，唔知唔覺坐低咗嚇，涼都未沖嘅。咁啊，而家咧就係食宵夜嘅嚇，煎冬瓜，飲瓜一齊啊，係咪？係咪？試下先。好，咁啊，邊食咧就係邊。啲辣嘢啊都開胃，唔知點解，唔好白。我今晚咧就係啲冬瓜煲雞髀。首先我在那個橫街那裡就拿車回來這裡，那我在個高速公路那裡看到很多的車，但是看上車裡面的司機都是華人來的。 那今晚就是因為正正是洛杉磯時間的星期六，可能就是中秋節的原因，那很多就是華人出去吃飯，肯定是酒店就是比較滿人的，就是那些酒樓不是酒店啊，咁啊，食宵夜咧，估計咧就都好多人嘅食嘅。係啊，因為呢兩晚我哋啲傳統啲人都中意全家人，即係甜甜啊，甜甜圓圓齊，即係全家人出去食飯啊，都有家庭嘅，係啊，即係華人嘅嗰啲
嗰啲酒樓。啲老移民多啊，啲老移民啊，啲老移民咧就係姨媽姑爹都過嚟嘅。係佢哋一有，總之佢有屋企一大家人喺度，都會今晚黑咧都出去食餐飯嘅。嗯。咁我哋只能喺屋企見面啦，因為佢咁啱先翻翻嚟。嗯。我又為佢整咗啲冬瓜湯，因為佢。嗰兩日咧講嘢講太多，要食下啲清涼嘢，咪整啲冬瓜湯清涼下啦。嗯，多謝先。哦。嗯，冬瓜湯。嗯。不過好快飽，真係一食啲咁嘅，啲雞髀啊，啲肉啊嘛，一食一個雞髀，基本上就飽啦。晚上咧就唔使食咁多咩嘢，嗯。多啲瓜，飲啲湯嘅嗰啲，嗰啲湯有營養。係飲啲湯。啊，整啲湯翻去，聽日飯咪方便。食多啲瓜咁大碗，聽日就水曬。嗯，好。你就總之你食到。扭饭听日，就啱自己咯。哎呀，真系我掂唔到添，冇湿又冇湿，哦，系啊。嗯，好，去饮腩汤先，哎，嗯，好味。以前咧，我唔中意咧飲湯嘅，但系咧今晚唔知系咪頸渴之類啲嘢咧，就啊飲起嚟又特別好飲添啊！嗯，咁啊，相信好多人咧都系喺屋企食嘅，咁因為華人畢竟喺呢個洛杉磯有300,000。嘅華人啊嘛，咁如果係真正嗰啲酒樓嚟講咧，又係冇咁多嘅，所以而係出去食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就算唔係節日啊，唔係呢個中秋節啊，都出去食嘅，唔出去食嘅咩節日都唔會出去食嘅，啊，即係咁樣啊。但係咧就係喺屋企食，其實咧有一樣係一種好，亦係一種好嘅環境啊，好似。而家咁樣，我哋就算冇喺出邊酒樓度食宵夜，翻到屋企咁樣食嚇，又可以做節目啊，其實覺得就真係非常之快樂噶。即係就算不過咧，我哋咧如果係真正去兩個人啊，如果出去嗰啲酒樓度坐咧，咁同樣咧拍錄像嘅，一樣會入拍，咁啊打屋企又舒服啲啦。加上晚上咧食唔得幾多嘢，仲要因為我啊習慣咗咧，一去茶樓食咧就肯定會飲茶嘅。即系忍唔住啊！咁我喺屋企咧，咁有时我会忍得住，我今晚唔饮茶咧，我就饮白开水。但去到嗰种环境下咧，我又点会饮两三壶？我饮咗两三壶咧，咁食又唔食得几多，跟住翻屋企又会精神嘅啊！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酒楼有酒楼嘅食法，屋企有屋企嘅食法，但系最紧要你自己觉得咧就开心就 OK 啦。我就觉得即係呢段時間開始，我都覺得喺屋企食係比較好嘅。即係飲茶，有時我休息啊，飲茶冇計啊，咁有時出去坐下啫。但係我覺得，即係飲茶可以飲下，即係話，但係啲食飯咧，其實喺屋企食啊都幾好。啊，特別嗰兩晚嘅，這個中秋啦，咁我都諗住喺個後花園嗰度咧，就擺張台啊咁樣。上下月咯，啊，有半個鐘頭時間都得噶啦，咁啊，整啲花生啊，啲零食啊，剝下咁樣，即係又應節啦，係嘛？啱好聽日上埋，聽晚個晚上個班咧，就後日我休息，星期一啦，啊，最好當然聽日休息啦，咪最好啦。
啊，平時咧我喺部車度咧落班嘅時候咧，喺老細部車度翻咧一個鐘頭，咁啊瞓一覺嘅，咁啊瞓完一覺醒咗之後，你就覺得好精神啊，覺得咩嘢？點知今晚咧，我喺嗰度咧就成日睇下嗰啲中秋嗰啲新聞啊，冇恰到，所以先頭咧我哋就喺部車度咧就係拍到嗰啲翻嚟嘅老相，都係翻牛肉豆。所以而家翻到屋企咧，又系即系总系觉得有啲啊，家姐又食呢啲咁样啊冬瓜啦，好饱啦咁样，唉，即系觉得好舒服咯，嗯，所以有啲瞌眼瞓添，啊，你喺紅色的字母係咩字母？邊睇到清楚？佢咁樣咪刁難我？你可以，你可以揀啊嘛。嚇？你揀定啲。點樣揀？你邊睇到啊？你都睇唔到，邊個都睇唔到佢係乜嘢？係咩嗰啲形嗰啲 ？C O M 睇住。好難睇嘅。C 答唔到嘅。C O。我而家咧就有一部新手機，咁咧我就想啊要，即系要整下啲軟件啦，所以唔係你唔，如果你睇唔清楚，咪第二張咯。咁你幫我換咯，燒到佢。我對嗰啲好似，我都係睇唔到噶，都係睇唔到噶。自拆啦嗰啲嘢，我好冇耐性嘅，佢又出現又出一個個嘅問題俾你答，咁真係好麻煩。其實手機你自己嘅話咧，真係自拆嘅嘢有時都要買嘅部嘢，唔使買嘅一啲贈送嘅，應該冇得嘅。換哦，換一個，換一個，點換唔到嘅？換唔到嘅？換唔到咩？換唔到。咁真係好頭痛。我仲想攞部嗰啲嘢用㗎，咁既然咁，我就唔要嗰種。真係嘅，部部都係咁嘅，你咪試下咯。估下咯 ，C O， 系咯，如果唔啱，佢出大热个鼻你噶嘛吓。A M M T I O， 我想俾佢食啲冬瓜，留佢啲喉咙好啲。天气热，食冬瓜清凉啲。你如果整错咗咧，先系第二张，系啊，你要整错先。哦，有意整错嘅系咪？系啊。哦。換就冇得換噶啦，一定好容易整錯嗬。係啊。嗯。B A M I M， 再錯又整。U U T T。嗰啲豬骨湯、嗰啲雞湯，你始終啊煲啲冬瓜，仲有。唔係，慢慢嚟啊！而家冇咩先，暫時冇整先。呢個嘢時間你啱，我喺度做緊節目嘅時候，你拎住個嘢諗整整下咁樣，嘥咗時間。咁你講你嗰啲。係係，嗰啲慢慢都未遲啊！嗰啲係咩嚟嘅啫？嗰啲我自拆啲手機。咁你如果啱咧，我想整翻一台嚟用啊嘛。如果唔好用，我就唔要啦嘛。咁樣，因為我而家夠鐘交費啦嘛。個部機都一樣。我部機已經夠鐘交費啦。咩意思啊？十二點鐘去交費啊嘛，到期啦嘛。我想如果我啱我用，我仲我唔再交費啊嘛。我想咁，即係有意整錯佢，然後你等佢出另外一個係咪？嗰個好睇啲喎。有冇網絡噶佢？少咩咯？就要整落去咯。電話嗰啲啊，就係電話係嘛？應該都有網絡啩。佢整咁難啲嘢出嚟刁難啲人做咩啫？我唔明。唔係，部手機就咁啦。係啊。唔關事，係啊。佢係考你嘅。佢唔係考佢，佢係隨機嘅。隨機。咩微信嘅㗎？乜嘢咁？
即系你转冇得啦，我试下。好啦，我都饱啦。好啦，今晚咧就系、已经系夜咗啦，有凌晨啊嘛，做十分钟，今日加上咧今日咧有啲疲劳，咁就今晚嘅呢个午夜探勘就系到呢度啊，我祝再次祝大家咧就系、